在今天这个恶劣的天气当中，仍然不远千里的来到这边，参与我们四九伤势纪念六位徒步勇士的活动。在这里，我想要先请大家回忆一下，3年前，2008年京奥期间，发生了令人发指的拉萨事件。成千上百的吐蕃人民在中共暴权的武力镇压之下流血牺牲受伤失踪不计其数。3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在这边很遗憾的要告诉大家，拉萨事件并没有结束，中共对吐蕃人民的压迫以及伤害从来没有停止。从2008年拉萨事件之后，3月23日，小昭寺的僧人托美上吊；3月27日，洛桑金巴上吊；国王寺的75岁的老先生自杀；4月12日，一位阿尼洛桑冲上吊；4月16日。阿爸的戈尔登寺的一位僧人图松自杀；28日，附近的村民直拉姆上吊自尽；到了10月18日，年轻仅仅才17岁的学生跳楼自杀，以死明志，控诉西藏政权对他们不当的统治。这当中最为人动容、最壮烈的，就是从2009年开始，至今短短2年半之间，已经有5位吐蕃的人民，以自焚的方式，选择用自焚的方式，来对中共政权做出最严肃的控诉。他们当中，有当时年仅24岁的扎白，也有在今年年初3月的时候才自焚，年仅20岁的平措，也有我们今天主要要在这边为他纪念，在49天以前才刚刚自焚身亡，的，就又有2位年纪轻轻，仅只18岁的吐蕃年轻人，他们一样选择用自焚的方式控诉中共政权。种种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拉萨事件并没有结束。3年来，中共政权对吐蕃人民的打压，对他们宗教自由、政治人权、言论自由的钳制以及伤害，并没有一丝一毫的退让。哎呀呀！我们感谢。
场为我们演奏的是长期关心台湾少数族群人权议题的歌手白麦。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叫我工作人员做家，今天给他怎么我给你，知道老早今天也见他，说话他就喜欢今天把给他当街打给他，他就叫我工作三千岁，人家那么大老大没老大，没事了，哎呀，我今天给他干嘛弄？他说人家参加俱乐部，他也得把他做给他，我们过去成都大学，我工作人员。